这是一个 CO2 的一个三态变化，因为 CO2 在一大气压之下直接会由固体变成气体的一个升华，那么我们先把 让它跑出一个液体来。那通常大家在玩这个实验的时候，通常都是使用这个保特瓶，不过保特瓶非常危险，因为保特瓶的耐压值只有十大气压。那虽然说这个三相点，这个 CO2 的三相点是在现在已经开始融化了，还是在沸腾。虽然 CO2 的三相点是 5.1 大气压，是在保特瓶的耐压值的限度内，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三相点并不保证它的压力一定会维持在 5.1 大气压，因为它如果继续受热的时候，那么这样的一个从三相点固液气三相共存的一个三相点就会跑液体跟固体的那条曲线，那条曲线几乎是垂直上去，代表说这压力是突然上去的，上升非常快。那么我的一个 CO2 瓶里面的压力就是50大气压，在液态的时候是50大气压，将近零度附近的时候就50大气压力。所以可以知道说这里面的 液化的 CO2 其实它的压力是随着时间那么压力是越来越大的。那这个塑胶管呢，它本身是能够耐30大气压力，所以它是比我们的保特瓶来的安全，老师们可以示范 用这样的实验来代替保特瓶，保特瓶太危险了，而且这个 很方便，这个小而美，这个很容易看得很清楚，那又安全，这就是液体。那现在的气体时代，它在沸腾，由液体变成气体的沸腾过程，因为我的手温让它加了，从液体变成气体，这个液体液态还是可以变成气态的。好，看过了液态变气态，我们先来看一个现象。现在我慢慢把这个地方慢慢泄压。好，那我们看一个现象。好，这样冒烟并不是由液体变成气体，这个并不是沸腾，这个是固化，因为从一个高压的一个液态现在泄压让压力下降的时候，它反而是跑到固体 的状态去，而并不是跑到气体，所以这个白烟其实是固体，是 CO2 的粉末。看到地上掉出一些小颗粒来，这个就是液态变成气态，那小颗粒就是固体，所以这个白烟是属于固化的粉末。好，那我们完全泄压，请看中间的部分，这液体也会做什么变化？请看，瞬间 ，ready。整个变成恢复成干冰的哈，恢复成固态。好，这样的一个实验非常安全啊。这个是外径12毫米，内径是8厘米的一个透明的水管，不是在水电行买的，水电行那个是台湾做的，那么它的耐压值不高，这个是在卖高压管啊，卖高压的气管油管的地方买的，它是日本做的，那么它的耐压值可以高达30大气压力，那30大气压力就比我们保特瓶安全，那保特瓶曾经也发生过一些爆炸的意外的事件哈，那么因此要做二氧化碳的液化，或者是二氧化碳的一个三态变化的时候呢，
那么建议老师们使用一个高压的一个透明水管，方便而且又安全。